哎呀，看一看，猜一猜这是什么？藏的私房钱，藏的私房钱，就是我婆婆给她买了一个，也不是以前的一个，要不，以前的一个存钱罐给了她们。对，这个存钱罐就是English tea， English afternoon tea， 英国下午茶，英式下午茶。对，下午茶这个在英国买的。哦哦。看这都是塔文的私房钱，一盒子呢，平时最低的零花钱都会放这里。对，塔文呢，你数一数多少钱？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小水给的1块钱，谢谢谢谢小水。前段时间那个小雪来我们家看孩子，给孩子零花钱。他都惊讶，他说这是啥盒子？我说这是孩子的那个存钱罐儿，从小培养他这个存钱理财这个意识哈。你看现在这些零花钱，说多也不多，说少还真不少。这么10000顶人民币53块钱一个，你数一数，老公。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。50000。这边有50000。50000，这100000，10万这就是520多块钱了，530。530，还有这边有。这边。这一个是5块3，这有好几个。嗯，这个也很多。很多，嗯。这差不多9000。9000，10000吧，又得50来块钱是吧？这也是50，这是个券，商品券。30。还有美元。美元。嗯。两个币。2美金。2美金。这是2美金。下次去那个夏威夷。对，公公去夏威夷的时候换的钱又拿回来了。对。这是给他的人民币1块钱，这个是我们有马来西亚的粉丝，这是马来西亚的钱。马来西亚有吗？有，我们有马来西亚粉丝。是吗？因为我婆婆以前去马来西亚旅游的，就换的钱剩的。这些是些硬币，我们每一次哈，带着塔文去这个便利店，去这个买冰淇淋、买这些饼干、糖果的时候。全部是用他的零钱，我们自己不带钱的。唐文就知道要花他的钱了。他现在迫不及待要走了，已经穿好衣服，已经穿好了，穿好鞋了。我们爸爸妈妈还没准备好的拍视频呢。小孩子可以搞笑了，他想吃冰淇淋的时候，我就说我没有钱，然后他说妈妈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请你吃。我也换衣服走啊，等我一下。来楼下来了。楼下就是便利店，还有一个24小时的无人叫什么？无人小商店。小商店里面都是冰淇淋啊，还有糖，各种各样小孩子的东西。现在呢，韩国很流行那个24小时无人店，无人的小商店，无人的小便利店或者小店，冰淇淋店。对，他们走了，他们都轻车熟路了。我老公每一次早上带着孩子。等校车的时候，小心小心，就在这个门口就去买东西。现在要用塔文的钱，看他想买什么呢？来我家了，哎呀，你看塔文都认识这里了。24小时，无人的小店儿。里面有监控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各种各样吃的零食，在韩国很流行。你看，中国的卫龙也在这儿，卫龙，还有哎，这是什么？金针菇，我以前喜欢吃的。卡文呢，又要买这些。我看一下哈，冰箱里是，哦，这都是咱们中国的，你看。我都没吃过这些啊，这个我吃过，哦，豆腐。那个1000块钱的吗？没有吧。1000块钱的。哦，没带。没带呀。哦，没事。嗯，冰箱里呢就是冰淇淋，这边也是冰淇淋，后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零食。这边是自己来结账。对，有摄像头呢。我们今天过来买这个，这边都有摄像头。哦，哇，这是明星的小卡，老公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小卡都可以在这里买，这是哪个组合 ？IVE。IVE， 我不认识他们。常温鸟。
啊，赵元英是他呀。赵元英，对，他的那个。啊，他很有名，这个我知道。他有名，可是这个他的组合不有名，对吧？这个组合有名，可是只不过太有名了，比组合还有。看他想喝什么。这是什么呀，他们？这是什么？皮克尼，皮克尼啊，这个叫皮克尼。看一下 ，apple 是苹果，他可喜欢喝了，怪不得一来就是抓了这两个。我老公喜欢喝这个饮料，他们也跟着他。这个是苹果汁，苹果汁，我看一下，韩国的苹果汁，改天找一下。他们可喜欢喝了，这个是韩国。每日乳业旗下的，我们家的牛奶每天都喝这个品牌的每日乳业。还要再喝吗？冰淇淋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。还得又拿了一瓶了。这边就是垃圾桶，看在这边吃完东西就放进去。这边是摄像头，啥都看得很清楚。这样的二十四小时的运营的小店儿，在韩国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，你看就在楼下。对，这是什么？有点像娃娃机。馒头，但是里面是随机的啊！我知道了，就中国叫抓盲盒。扭一扭，扭蛋机，扭一扭。当然，한번더세게눌러야지扭蛋机扭出个什么来了呢？回家看吧。哇，我看一下他们，小鸡儿，黄色的小鸡，黄色啊。好，你看我过去碰到的。好了。好，你看我碰到的。回家了，他们。好了，他们刚才老公，他们刚才指着这些零食说：“妈妈，你喜欢吃这个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偷偷吃过，我就知道。”以前我们学校搞这个中国文化活动，给学生买了小零食是这些，但是左边这个我没吃过，右边这两款我吃过。他们都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。啊，金菇豆卷，这个也没吃过。最近在韩国呀，中国的小零食可流行了，都是这种麻辣味的。他们给妈妈看一下，好玩吗？好玩。走了，回家了。今天花的都是塔文的钱，用塔文的钱买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塔文？苹果汁。苹果汁，苹果汁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。小孩子就喜欢喝这些零食。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喝。多买了几个，在冰箱里给他放着。苹果汁酸酸甜甜的，好喝吧？夏天太热了，放冰箱里味道更好。这是刚才在扭蛋机里扭的蛋，里面是个什么小鸡？小鸡，柔柔软软的，我都怕弄坏了。不要之前要飞机吗 ？OK， 塔文，再见，塔文。喝完了吧，小朋友。弟弟呢？现在已经在房间里睡觉了。现在是晚上8:17，刚才回去，出去的时候是8点左右。一会儿把塔文再哄睡了，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，我也要好好休息了。塔文今天的头发真漂亮，看，谁给你做的？妈妈，哈哈。塔文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